宠物就知道它不行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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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呀呀！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停！呀呀呀！汪汪！这个鱼咋这么厉害呀？哎呦我的天！吓我一跳！哎呀呀呀！我开始小看它了还。美国红鱼是吧？对，这是一条美国红鱼，这得多重啊？有两三斤吧。有，还行吧，我觉得。哎呀，这个鱼可太厉害了！再看看这边还有啥货。嗯，哎，没有啊。我看这里还有。这是。哎呦，你踩了是不是啊？哎，好像是。我的妈呀，这是一条比目鱼，它都卧沙了。咦，我给它洗，又，这个也很厉害。我寻思给它洗一下面上的沙。这个比目鱼有个一斤半吧，我觉得。你看。很大啊，很肥，你看它身上一点受伤都没有，可真完整啊，太好了。你们看，这不知道谁给它造的窝呀，它们藏在这被搁浅了，我给带走了。你把鱼放这养着。放在这养着吗？哦不，太沉了啊。是的，那我就再放在这，等我走的时候再拿吧，给它倒在这藏起来，一定没人发现啊。行，咱继续赶海吧。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我又来赶海了啊，继续走。我刚刚逮鱼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边紫紫的一片，我猜到了就是大海星啊，但是我没想到这么大呀！带走了，哎呀，好多呀！你这边，哎呦，一个比一个大，拿着沉甸甸的。我感觉这些海星我都收完，这个桶我也拿不动了。你看看这么多，哇，厉害了我！哇塞，奈何没完话呀！整天哇塞哇塞来表达我的心情，哎嘿，带走，你看，爆桶了，海星爆桶的一天，哇、哦，这太多了，你看这一个可真好看、啊，五个角角都翘起来了，哎，你洗一下，哇，洗出来可真干净啊，拍个照，哈哈，这里还有好大一个。我的妈呀，直接惊呆了！你们见过这么大的海星吗？之前，你看看这个比两个手掌还大。之前我捡过一个大海星，用手掌给你们比划了。你们看看，我说之前怎么捡了一个呢？原来这边很多呀。咋都这么大呀？对呀，原来这边很多。你看这边还有扇贝。哎呦，别动！我就怕你踩了。哎，哈，厉害！呦！哎呦，它一个爪子吸住了，差点拿不起来。怎么样，这一个还挺瘦的啊，很苗条呀，还白白的。它这毛感觉，哦，你过来看，我走近一看，那里有一堆沫呀，是这个八爪鱼吐沫了。这个八爪鱼吐沫了，你看看，软了，一吐沫它就软。嘿，蛤蜊先，再把这两个，哎呦，毛蛤蜊剪了，你看。可真大呀，是吧？嗯，这个叫赤贝，可以刺身的。哎，把那个扇贝剪了。嗨，你看，扇贝几乎是很常见的。哎呀，这个弄不动，我看这个怎么弄吧。哎呀，这里也弄不动，里边没有。没有啊，给它回去。一只赤贝，而且是八爪鱼，你看。好可怜呀，它爪子都断了，这个也断了，但是它吸力还是很强的。咦，看，收了啊！你看这个海星在这里好长时间了，身上这么多沙呀！哎呀，这个海星吃着得多过瘾啊，能美死你啊！带走，超大的毛蛤蜊，咋不开口啊？听到我来吓一跳，闭上了。还有扇贝。这两个又粘在一起，强迫症啊！我得给它分开。带走啊！看这里，又有好多海星，你看这么多呀！这太给力了！哇塞，怎么样啊？你看看，这个还在这里呼吸，好安逸呀！我的妈呀！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三个海星都沉甸甸的，就有点拖不住的感觉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三个海星得一斤啊！哎呀，我都满了，拿不动了。这里又是一堆大海星啊，你们看看。把这个，这个不要了。我没看到呀，光看到海星了。你厉害，你还发现一个大毛蛤蜊。来这边，
还扇贝。哎呀，这个海星厉害了，咋还翻滚了呢？你看这个小爪爪都在动啊，哦，非常的鲜活耶。啊呢，我的天，之前我见到一个这么大的我都惊呆了，今天一点都不稀奇了。收了啊，这个八爪鱼都开花了，这是想要打洞的意思。你看厉害厉害，先走啊，这里还有扇贝。哎，还行吧，你看怎么样，这头还行，先走。快看，两只八爪鱼在这，太爽了，刚来碰上两只八爪鱼，没扒石头，毫不费力，两只八爪鱼啊！哇塞，你看它洗礼这么好，洗个大石头，老漂亮了这一只，可以啊！看这一只，哇塞，你看它洗个大石头，好肥胖啊！到了冬天，海鲜都肥呀、啊，不管是贝类的还是八爪鱼。快看呐、啊！哎呀，这上面全都是小螺，你们知道吧？我跟你们说一下哈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。这些呢是海小螺，这上面呢是野生的海蛎子，也就是说大家都说了生蚝啊，小时候就叫海蛎子。那是一条鱼，被阳光晒得金光闪闪的，真好看。看看，这是金枪鱼，一条金枪鱼。看呐，一条搁浅的一条金枪鱼。我天哪，你看它身上的这个金色被阳光晒得快没有了。看看，很新鲜吧？你看它这个眼睛这里看着还挺新鲜的啊。看看它的腮，哇塞，鲜红鲜红的，很新鲜，太高兴了，又捡到这么条大鱼，一斤多，回家一个盆儿，年夜饭就是它了。清蒸金枪鱼，好看还好吃。这个鱼啊，只有一根主刺，没有杂刺碎刺啊，肉质很厚实。放下，看这里，一块小野生的青口贝。可以，我翻开给你们看看，还没长大呢。它这里还有两只蛤蜊，镜头往低放一下，给你们看看。你看，遍地都是啊，这满海都是这些小螺。这小螺现在还小，吃不到。你看，太小了，全部都是，全部都是，太多了。这个海资源特别特别丰富，这里啊。哇，哇塞，看三只大虾。太好了，哇塞！今年过年这大虾吃不完，我前几天还捡了大虾。说八爪鱼，八爪鱼就来了，我已经看到它的腿了。我看在这里，就是没有螃蟹。哎呀，拽不出来！你看看，哇！你看它的吸力，哇塞！我的天呀，疼不疼？哇哇！我都用了好多力气啊，我手都要脚瘪了，手都要抽筋了。脚瘪是我们这的方言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懂哈。是我用这么大的力，我手都要抽筋了。太漂亮了，这只八爪鱼，这一只就能炒一盘哈。哇塞，快看，这里还有一只八爪鱼。哎呀，我天，这个石头也太沉了。哎呀，这个八爪鱼，你看看吸的这些石头。哇塞，这里两只大虾。天哪，最近抓了好多海洋闸虾，收了它啊！看看还有没有？快看这里，还有呢！哎呦我的天，是吧？好漂亮，这都很新鲜。这里这石头上还有一只，搞笑的是在这，它是躺在这睡觉吗？看这里还有一只，哎呀，看怎么样？我看这里还有没有？在这儿还有一个。来来来，我觉得。哇塞，这个不小呢！哇塞，这个都还有黄，你看，收了它啊！